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我跟崔姐等一下要到城里去办点事情，晚上就不在家吃饭了啊。
你呀，奶奶那边，小贵。今天老婆给吃的，我给带一把回来。哎，要吃老皮椒。多少我给给我妈先做点家业。这个广州上路哎。啊，老婆。这不这边老行哎。那不是烟吗？对烟啊。这烟一碗，这烧红一碗，那肯定有块烟嘛。哎喂，你要买回来，你要工资啥经验嘞？俺烟也是好点。不晓得嘞。